我们现在到了这个下蓉高速的长汀服务区，这是进入福建省的第一个服务区，是我停的第一个服务区。现在呢，我们去一下洗手间。这个服务区呢并不大，但是呢挺干净的。卫生间呢还有冷热水。大家都看一下，这个服务区啊挺清静的，大车也不少。还行，这个服务区是我这一路来走的比较清静的服务区之一。啊，长汀服务区。我们的这个服务区呢，洗下手，然后上个洗手间，我们就准备一路前行了，不怎么停了。我们这个服务区呢，客家餐厅，这地方还是客家人为主，可能是长汀也是一个旅游区啊，我没来过，福建省我也是第一次来，这是算踏上福建的境领地了。好了，我们准备出发了，这一路估计不会停车了，直接到目的地厦门。我准备上车，一看，哎呦，车这个前边啊，很脏了，很脏了。看，高速上一路风尘仆仆，还有好多那个死蚊子。行了，我们走了。